我伫迄雷哥面头前就抓过来，一定会保护你。飞你！有人去先抓啦哈！刚是听是讲你讲要做人工受孕，这么紧就有心啊？对好心，我一定甲陈医师再给你说掉。医师，你先慢慢讲，我去做高温爸亲自鉴定，我都会知。唔免去抓啦，你就是雷哥亲生后生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罗琳雅硕声音。